我是莱德。你好，莱德，我们在比目鱼号上遇到麻烦的事儿了。几分钟之后，我们马上就会赶到海湾的。我们可能还要北面一点。海豹岛吗？哼，是比海豹岛远一千倍的地方。哇哦，是北极吗？没错，我们刚才正在数北极熊，但是冰层裂开了，他们就要飘走了。我们想追过去，但比目鱼号的破冰机坏了。你好，莱德，我们全都被困住了。我们马上到，杰克。没有太远的工作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机器狗，我们需要空中巡逻机。汪汪队，空中巡逻机集合。汪汪队准备出动，莱德队长。谢谢你们这么快上来。猪猪、杰克和阿宝船长现在正在北极数北极熊呢。哦，他们真可爱呀、啊！可是冰层裂开，两只小北极熊在浮冰上飘走了，而且阿宝船长的破冰机坏了。天哪！陆马，我要你驾驶潜水艇，把掉入海底的破冰机捞上来。开始行动吧！我希望冰冷的海水不会把我冻成狗狗冰棒。灰灰。当陆马和空中巡逻机捞起破冰机之后，你需要用工具把它给修好。绿色代表走。救护员毛毛，准备好你的工具来帮助在这次任务中受冻着凉的人。准备好执行汪汪救援任务。我会在比目鱼号甲板上帮忙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了。